边儿，快！这边儿还真挺有边儿的。哎呦，又搁这大身板。你看那一走，肚子下边那点囊囊肉，一直跟着颤抖。彪哥，现在只有牛奶能留住你了，是不是？嗯。想要留住彪哥，就要留住他的胃。来，哇，那行，一般好拍，不是一。我给他们来一个近距离视角，嗯，相当近距离。你俩在山上干嘛？彪哥两盆，一个昨天的盆。你给人吃爪爪了，一会儿就甩你一只。能不能拿出来？嗯，把头盔拿出来。只有这个唯一的通道。行，那等会儿吧，等我播完。啊，喝完了。一进水了，他自己在这操作。你小心点，这下边有水，有个水洼水坑。嗯。那，给我留个空隙。你打开了聊天室。我进不去。等会儿，我这手机，我这个都看不清了，按一下。就跟个小狗洞，小狗洞似的，天天钻，咱俩钻这个，挤在这个小狗洞里。我够不着，我进不去，我手。来，你是不是刺我手机上了？我尽量。等会儿我擦擦。你真刺你手机上去了？啊，不是彪哥甩的，屏幕都白了。给家人们也洗个。怎么？我感觉还是没擦干净，好像哈。干净了，干净。有点模糊。我问他模糊不？是模不模糊？这么一脸，周周这技术能刺到我手机上，还能刺反了。哎呦呦，他俩怎么了？那俩？那边两个打架呢。彪哥还抬头看一眼。彪哥，你把盆往这推推，本来这奶就见底儿，我刺不进去。模糊啊，模糊，我再擦擦。哎呦，还有奶呢。好了，这次干净了。彪儿，你的脸这咋了？你说咋了？真可爱，老于来吗？今天没有，今天老于去另一个项目。刚才在直播间吗？在直播间？嗯。你咋知道？我一开播的时候就在呀。要不，早上好好表现了，是不是彪哥捡我手机上的？对呀，啊，你老说是我。我这跳进黄河我也洗不清，我一天天的。感谢追忆阳时光爱人，感谢流浪的红包，喝了好几瓶，才喝了三瓶啊。咱一般彪哥都是彩箱喝。你确定是三瓶？这还有一个瓶呢。四瓶。哦，牛奶什么的，咱彪哥奶量可以，都是嫩箱喝。哎呀，彪哥，洗面奶。哎，彪哥，这个手上都起皱了，这个爪爪上，你看那肉都叠起来了，你看那挤的蹦蹦的。这小爪怎么还烫？感觉好像这个衣服瘦了一样，烫出褶子了。彪哥海量，等你啊！哎呦呦，哎，不喝了，再加，点点关注啊，给主播点点关注。这些都是我们从小带大的，然后跟人特别亲。梅母师，屋里该打扫了，是每天早上打扫啊。
早晨打扫完了，然后晚上他们回家。这是昨天刚打扫完的。感谢秋风落叶飘飘送的加油呀，感谢知足常乐。真好，我们这里一直干旱少雨。龙卷风，对，山东一个地区那边龙卷风。我们昨天也是狂风暴雨。彪儿去找四哥去了。小小四，净整些节目啊，你是出还是进？我今天怎么了？要不给园长说说，把那门上那个十字石狮子换成他行了。你去看门行了，彪哥。小小四咋了？冷。我当时就是因为小鹿的阴阳怪气儿才关注他的。什么啊？我怎么阴阳怪气儿了？现在这阴阳怪气儿也是夸人的词儿。感谢开心送的进阶灯牌，小四快来抓蛤蟆，现在满园的蛤蟆叫。网上是不是没？周周是不是没网了？电网线怎么了？为什么？没网了，不知道。一下突然间断了。对，你切流量。我一下卡了。打工报有吗？有，但不在这个区域啊。之前咱家彪哥换过一次笼舍，然后吓得他旁边的小豹子跳到最网最上面啊，他那个笼舍最上面，一晚上都不敢下来。欢迎可肉娜。破网该换了，哎，感谢可肉娜高送的大跑车，感谢可肉娜。大嘴彪儿，小鹿你去撞彪哥一下，我能撞过他，他400多斤，撞我一下能给我撞飞了，是不是彪哥？那个男人没来不出来了，对。小老四最喜欢就是瘦主播，瘦主播不来他不出来。这虎是不是有点肥胖？没有，匀称。咱这身材多匀称，看这小胖爪，看这大虎脸。彪哥，来个正脸。彪哥，来个正脸，来正脸啊。45度角仰望天空啊。瘦主播在连麦，跟哪个美女主播连麦？